美综合报道，中国女星孙俪演技精湛，剧中的霸气形象深植人心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她是为爱小孩的好妈妈，与演员邓超结婚8年，育有一子等等及一女小花，一家四口感情和乐。日前她 PO 出一张与老公带小孩的对比图，让粉丝笑说等等要崩溃了。孙俪表示，在假期中她带住女儿，老公带住儿子，各自出游，并 PO 出两组对比图。只见孙俪身穿深蓝色长袖上衣，搭配黑色长裤，利落短发相当有型，一旁的女儿则绑住包包头，穿着条纹上衣及百褶裙，虽是背影照，但相当可爱，可见孙俪的用心程度。反观跟在邓超身边的儿子，穿着超大绿色帽 T、 灰色长裤及红色鞋子，打扮非常随意，就连头发都已及肩。孙俪笑说，从穿着上就能看出爸爸带娃和妈妈带娃的区别了吧，更亏爸爸给哥哥红配绿，我给100分。粉丝也表示，等等瞬间变流浪汉，画风有明显差异，等等的头发比妈妈还长。孙俪有一家四口感情和乐，翻摄自孙俪微博，孙俪又将女儿打扮得十分可爱，翻摄自孙俪微博，邓超又的打扮风格让人无语，翻摄自孙俪微博。